们用冷静派玩法。哎、欸，来来，你看看，好，我们的手被切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出去了。我觉得有点钝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有一点点钝，等我一下下。また小さくするわよ。等一下哦，我关一下那个好了，我觉得有一点点钝钝的，这样应该行了吧？哦呦，哎呦，手把滑了，这样应该行了。哎呦，跟人家抖动哎！啊！干嘛啦？喊了鸡鸡耶！哎呀！混蛋，我被打！啊！我为什么要被打？阿姨干什么啦？哎，丹盘。哎 ，Is it Dan？ I don't know。哎呦，被敲死了，混蛋！哎，小温安，什么混蛋？要是怎么跑步，我都有点忘了，好久没玩了。这游戏不是可以跑步？我记得。跑？哎，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哥伦布冲刺怎么用啊？哎呀，怎么用哥伦布冲刺啊？躲起来好了。哎，惨了啦！我已经忘记哥伦布冲刺怎么用了啦。我看到。Hello, Dan。再见。呵呵，可怎么用哥伦布冲刺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哦，按这个就可以哥伦布冲刺。嘿，你干什么啦？躲这里。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没事吧？出去吧。关门，好习惯。另外一边也要关上。干嘛黑的黑的跟芭蜡一样？这里吧。嗯，不行吗？我刚要 key 哦。被锁上了。钥匙，不对，电池。别吓我大哥，我每次来都叫一次，你是有什么毛病？这个门吧，这个门吧。哎，阿雷，
啊嘞，钥匙呢？那家伙头跟那个什么一样。我知道要电梯啊，可是他还说要钥匙才能开啊，奇怪了，会不会在原本的地方？Where is 钥匙 ？Fuck you！ Where is 钥匙？钥匙，然后电用完了。没有哦，靠背啊！我怎么没哦？你真的烦了、欸、你，叫不腻的。这门刚锁着吧？对啊，这边钥匙、这门都锁着。这是钥匙吗？不是吧？有了，冲刺我找到了，有了哥伦布冲刺我已经找到了。可是我现在在找钥匙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这里。哦，看上面红红的，等一下。喂，哎呀！这门打开就可以从这里回来了。哥伦布冲刺！哎，这不能躲 ，shit， 这可以躲了。好，拿过来。好，躲好了，来吧，我不怕你。还没有过来吗？好，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还没有出现呢？啊嘞，往哪去了？刚不是走到一半了吗？啊！后背。关门。啊，可以啊！哥伦布，日字形有法。哥伦布回转啊！哥伦布回转 ，OK， 好，再从哥伦布冲刺就可以甩开他了。嘎，好痛！哇！可恶！我要怎么躲呢？在我旁边晃来晃去的。哦，先躲这里。
真是聪明。借躲一下。哎、欸，安安安安。你们别动啊！你们别动啊！你们今天躺在床上，你们不要乱动啊！我先跟你们说啊，你乱动我掐你们哦！不要乱动啊！不要吓我啊！先跟你们说好，别吓我啊！他会在那吵吵闹，然后把人家吸过来，先躲一下好了，吵吵闹闹的。看，我就知道他来了。我根本天才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刚刚还没剁完手，现在就能这么威猛，根本神人好吗？他和智障走过去了，低智能生物，他是不是在找床底啊？大哥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要找床底好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啦！啊，走远了，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为什么啦？明阳就离我很远。啊，迷路了！我、啊、死啊 ！PK 啊！呵，呵，呵，呵。哎，根本混蛋，这家伙！我要先把这个推开，这样这个门把它打开，等下会回来会比较快。我想拿 V 八砸他，应该不会过来吧？哎呦，这人烦不烦啊？我是等的不够久是不是？我应该要等久一点，等他走远一点吗？很讨厌呢，你在堵我，根本混蛋。好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可是我刚刚本来是想说引发那个再让他回来，可是哦，我们的手指已经少了一根，还可以推得动。这时候我根本应该已经不想推了吧，手指痛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！怎么一天到晚被发现呢、啊？
好，这里这里。关门应该有吧？哎呦，为什么啦？哦，他没看到我，好险！呵呵。可是我现在也不能出去啊，等他走吧。啊，等他走好了。完了，这样我不要出去。快走，快走！你这个裸围裙。Hold up there, buddy. 哎呀，最好啦，最好啦！放开我！好那谁，好那谁，好那谁啊！打住，挡住，卡住！啊、靠背，卡住！算了，我跟他。哎干！哎呦，机车哎、欸，安安，我们只好找另外一个位置来躲了。每次一开始还要再重推一个，这个有够烦的。所以我想到另外一招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我刚想到另外一个技巧，我们来看这招能不能用。来。然后跑，我想到一个技巧，这个招，嘿，嘿啊，哎，卡不掉，嘿，爬管道，哈哈，上不来，哭哭哦，然后再从管道另外一边下去。有玩过《潜龙》电影的人都十分会用这一招。Let's teach you the seven habits of...为什么？别按了啦！我才想按嘞！你们这些人，快爬！啊，嘎死在通风口前面啊！有用啊，可是他会有用回来，是我刚不能跑吗？我跑步会吸引他过来吗？我在想这件事情，跑步是不是吸引他过来？可是刚刚一开始是没有音乐的，一开始我下去是没事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我觉得这方法挺好用的。不行，是我一跑就会触发他，是不是？我不跑呢啊！对哦，我可以蹲下，我都忘了啊，我都忘记可以蹲下了，谢谢，我忘记了，我已经完全忘记有蹲下这个按钮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应该蹲下就 OK 了，因为我已经上礼拜玩的，已经有点忘记怎么玩，蹲下应该就行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这次可以了。我都忘记这游戏有蹲下这个技能了。再一次，你们看看我高超潜龙谍影打法。我们现在要哥伦布蹲下，我们不用哥伦布冲刺。人家先敲我一下。啪！我被从后面捞了，靠背哦，扒你老木了。正规再一次好了。哦，这游戏好讨厌哦。哎、欸，小猪猪，哎、欸，晚安。
可是就很讨厌他，看不到他在哪里，里面有个雷达。哦哟，烦呢、欸！哎呀，赶快先站起来，不要再蹲着，你这智障！哥伦布冲刺，哥伦布 dash， 哥伦布冲刺，哥伦布冲刺。啊，我们没有推靠背啊！又来了，我们没有推啊！自己出来！哎，这游戏好烦哦。看，我们根本在绕圈圈啊！哎呦，你好烦，你有完没完啦？把门关起来，堵你，呵呵，哈哈，智障。他会开门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为什么？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！哇、哦，搞定搞定，过瘾过瘾！我知道你会叫啦，少来这套。等一下啊，我们遮一下啊啊！不怕，来放马过来。北斗躲过一法。Hold up there, buddy！ 啊！为什么呢？我只是上厕所，你干什么？你很烦哎、欸。又有一个空风口，都来看 jump 啊！搞定，呵呵。裸围裙上不来，哭哭哦。回到厕所。话说钥匙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门打开一定会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，什么东西？文件，随便的文件不重要。再见。也有便便，好恶心。哎、欸，我绕回来这儿嘞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捡到钥匙啊，是有毛用哦，关起来。啊，结果我辛辛苦苦走了过来，结果还是根本没钥匙啊，到底是有屁用，气死我了。
浪费我生命。话说回来，我刚怎么爬过去的？哎，哎，这边是哪里啊？钥匙应该在这儿吧？怎么看钥匙都在这里啊？什么钥匙？不想看。哎，有了、欸。走错边了，阿干，回不去了，算了。哇！躲起来、啊、不行，干我要跑去哪里呀、啊、有路吗？哎、欸、不等，没有路很好。发你妹啊，发你们内心个真诚个毛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跑去哪里？电梯在哪里啊？问题是，可是我又不能从刚那里回去啊！我知道了，从他刚刚破的门过来，先躲起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等一下用哥伦布冲刺，等一下使用哥伦布冲刺就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二次低下头的时候，我们就使用哥伦布冲刺。好，是时候了，哥伦布冲刺。哎、欸，还没有发现我。哪边啊？好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干哪个白痴没有推开啊？干你啊！给点，给点，给点啊！按钮啊！按钮啊！战机，我们，呵呵，啊！我干嘛把两扇门都打开了？关门，关门！可我怎么门不能关？这个门是坏掉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粪便了。快关，快关门！找个床躲。啊，有了有了，躲这个吧，这比较近。看黑熊三小时破关，真的假的？这游戏有那么快吗？看我还是用智商取胜好吗？走，他走，他走，算了，蹲下行走。为什么？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会被发现？
那明明这根本就不可能被发现的。好吧，硬 A 流了，不管。这我刚刚确实推开了吧？